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鱼厨艺。植物天明精被称作是农村的野烟，朋友们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它。这种植物啊，它可是有着非常高的应用价值的植物。具体详情与妙用呢，稍后我会给大家一一分享。先来了解一下这种植物，大家请看，它的叶片呢，酷似烟叶，人称野烟。认识或熟悉这种植物的朋友，想必你应该有所了解。野烟也就是天明精，它本身有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，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植物一般是不招虫子的。说到虫子啊，那么家里边有菜园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听仔细了。天明精用它的叶片或是采挖整株拿来煮水，放凉之后啊，把它装在喷洒壶里面，可以拿来喷洒植物花卉，尤其是菜园子里的绿叶蔬菜，它可是一种天然的杀虫剂，对那些蚜虫啦、菜心虫啦特别有杀伤力。农村的朋友非常喜欢它，原因就在此了。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了，如果说你们家也有菜园子，或是平时喜欢养一些绿植、花卉等，那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植物天明精，也就是野烟。把这个妙用学会之后啊，一年到头能省下不少钱，而且用起来也特别的简单省事。朋友们，今天的植物分享都到此了，喜欢观看此类视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